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叉子精灵海龙。今天我要化身霸道保安，管管闲事儿去。走。你好，那个您那个车不能停这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您那个颜值啊，跟我们停车场不符。我天天在这儿停，不能停这儿。不让停这儿，这不让停，嘿，这儿不让停，真不让停。我天天来这儿停，然后我停的时候你不说。你这个颜值啊，跟我这个停车场不符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好，我感觉您车停这儿不大合适，你停到那边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片是我管，我说不让停这儿的话也不让停这儿。给个理由吧。没有什么理由，我就感觉不合适，就不让你停。我为什么不能停这里呢？我是这儿的保安。给我个理由，找你领导过来，为什么就不能停呢？我就是保安经理。经理又怎么了？我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，我告诉你。你这2000块钱怎么样嘛？挣2000块钱牛逼。牛逼得很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您这车的话不能停这儿，这儿不让停。这怎么不让停？因为我说的不让停。你怎么那么好使的？对，因为我是这块保安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让停这儿？这是随我心情来的。不是，你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不让停，没有。你们这停车场待不了吗？对，就是不让你停。我的车不让停是吧？对，就你的车不让停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你领导是谁？我就是领导。我停这儿了，你能把我怎么？就是怎么说呢？你这个颜值啊，就跟本地停车场不符。不是，你是干嘛的你？我是保安呐。你哪个保安？就这片儿，全都归我管。走。不是，就停这儿了。这样，我们再拍一个恶搞的视频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你是不是有病？真是，那个摄像机在那儿呢。你是不是没死过？不要，不好意思。你知道这干嘛的吗？别生气。你看不看到那牌子？别生气！你妈个逼的，我他妈的差点没刚才没笑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你生气了吗？别生气！我妈的！哎，你好，那个您这个车不能停那块儿。为啥？因为那个就是您那个颜值啊，就与本停车场不符。要不您去那个韩国整个容，然后再过来。不是说正经的呢？这不让停，真不让停。那哪让停啊？那我就不知道，反正这儿肯定是不让停。这一片都不让你。对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是这儿保安，包括这一片、这一片全部是我管。对，所以说我不让你停的话，你不能停。那因为啥呀？没有，因为没告诉你们，你这颜值啊与本停车场不符。去韩国整容，我认识整容的，怎么样？也行。啊，那你把车挪了。挪哪儿去、啊？我管你挪哪儿去，赶紧。都不让你停。对，就这块就不让你停。那边也不行。打电话问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您这车的话不能停这儿。那应该停哪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停这儿肯定是不行。怎么停这儿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让你停这儿。咱能停哪儿？就是这块的话都不让停。这什么原因？因为我说不让停，我是这块保安。包括这个大厦这一块的话，所有人的安全的话都是我来管。您说做节目呢，我看见了已经，太假了，不可能的事儿。OK， 想看更多恶搞视频，请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，或者。微信搜索公众号"叉子恶搞"，更多的视频等着你。